大家好，与大家分享一下澳币走势啊。昨夜呢，澳币对美元呢先行上冲，然后呢，逐级下跌，最高呢曾经到过0.718，下跌呢到0.7148。那么目前看呢，澳币呢实际上进行的是小区间的整理。那么下部的0.7148的支撑位呢是还是很强力的，所以呢，在日线图上和周线图上呢，目前澳币对美元都是上升趋势，所以澳币后续还有望上涨。